走，然后一定已经伫，已经这个种子已经伫阿赖耶识内底啊，伫咱个心内底已经种足久啊，这个种子，啊，这个种子，咱讲吼转世甲来世的时阵，伊就准备要发芽嘛，对吧？哦，所以就它就开始发芽哦，啊，一发芽，伊就起起什么心？起能所心啊。而且人所必须的是我跟我所啊，里外啊，哦，啊，这个部分就是种子啊，啊，我所的是现境啊，那讲种子的是起现行啊，这块的种子起现行，老实该讲哈。唔免一定要碰到外境。有那时啊，你咧困的时阵吼，迄梦境就是啊。但也无碰到，那走迄个梦境出来。但迄阵阵咧困啊，有根也无咧对外层，那有迄个境出来。有那时啊咧打坐的时阵，那突然间有一款的境出来，啊，迄个境我碰时也无咧想啊，那无着你。啊！而且，或者是讲，我迄阵阵眼睛也没有在用，然后四周围都很寂静，我耳朵嘛无咧动哦。啊，现在突然间，迄个的镜出来，啊，迄个镜拢嘛是啥全程影像啊。前程影像，前程影像就是你过去一定捌吸收到迄个镜，了已经种入你阿赖耶识内底啊。哦，啊，这款前程影像不一定即世呢，有可能过去世。所以现在有的人吼无打坐的时阵吼，伊这款前程影像未现前。一打坐了了，前程影像现前，是安那？就是讲，伊无咧打坐的时候，伊一直咧做知末应用，一直咧做知末的迄个效应，就是一直咧吸收外靠物件入来。所以迄阵阵吼，伊前程影像还袂现前。当你一坐下来，咱暂时甲外境，暂时甲知末停掉的时阵吼。开始，咱内底根本无明，开始个伊内底家己看出来，安尼了解迄意思吧？好，所以打坐的时候是暂时无接到外口物件，接近无法，就是咧字幕暂时无法无重要，就是根本无明开始伊内底发出来，啊，伊内底发出来是安那来？过去累积来。所以我拄仔讲。你若看到你爱物件，你一下子眼睛又亮了，啊，还是安那来？还是安那来？过去累积来。明明咱就知影这个钱是空性，是安那一看到就倒过来啊？这是啥物原因？这个嘛是。累积来，前程影像累积来，再来，一开始是人所呢，一开始是人所一对一，所以各进一步就不是一对一呢，开始花分支。啊，是哪来分支？因为你一出上了，非相就出来了。我法跟非法嘛，
你才有比较啊！你一出上了，啊马上伊就界限啦，上到界限，上有界限的嘛。咱讲上无自信，就是无界限，无界限，唔只无量无边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你来了解讲佛法是无价的，是啊，佛法是无价的，佛法都唔是上。啊，不是上的无价，啊，上的是无价的，有可以衡量的。这佛法是你用搁较钱，侪钱都买袂到。啊，只啊，迄经典内底讲吼，你不管你布施多少哦，都不如你哦往前向佛迈向一步啊那样。你就是个布施三千大千世界偌济优秀的物件吼，都不如你吼、哦、往前吼、哦，往佛那个方向踏一步。好，你看这，啊，真的无法度了解人在是免他体会这艺术啊。所以，咱真正是爱对佛法上有一个，吼了解伊这第一理是咧讲啥，所以恁只个吼不止往前一步，我看能不能多踏几步吼，还有这无价之宝嘛。你有阵时啊，都赚偌济钱，或者布施偌济，都无法度来体会这个啊，因为这无价之宝。只要你无法度了解伊空性的，马上想，啊马上想，绝对有界限，啊有界限就是一定有对立的两边，所以，咱讲红的相反叫绯红，啊绯红都不是一种人嘛，绿嘛是绯红，黄嘛是绯红，白嘛是绯红，黑嘛绯红，啊你看伊对立的相有侪无？都足多啊，所以真正对你的相，你只要一取相，哇，这就多啊！啊，唔只一个开始，佮开叉，开叉，开叉，吼、哦，种种的枝末，种种相就全部出来了。这《楞严经》内都有讲嘛，吼、哦，原本是无同无异，吼、哦，次然成异，啊，异彼所异，吼、哦，啊，一直去，吼、哦。啊，这《金刚经》内底唔在讲着四相，这四相嘛是略说尔呢，嘛是略说尔哦，还是讲四身，还是讲四句，哦，不止呢，因为时间落去就白，佮分叉出去就十六句啊呢，哦，啊，唔只哦。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啊、哦，都一直去啊！啊，这款一直落去的拢是啥？拢是芝麻。哦，咱啊，过来，咱为着要悟无生，咱都要彻底解决这两边的问题。哦，看要哪把这根本断掉，因为这是上麻烦的。根本吼，那这伫对哪来？这一地气来，啊，这一对来，一第六啊，或者是前六来，打火气、打禅气，主要就是要甲这两个解决了。当然有办法的人是一家下手吼，会当无我相合，所以叫做无我见身。啊，底下咱论前经讲了，要无我见身。有办法的人就一家下手相合，无办法的人呢，只好一对，只好一家。啊，
是安那两边拢注意上好，因为你只要解决，伊会壮大只。哦，就跟他讲，诶，这弄油啊吼，芝麻弄油啊吼，啊他开始吼，哦，根本是一土壤来在吸水嘛，对吧？这水啊吼，啊这呢，这油啊呢，油啊吸阳光啊。一个吸水，一个吸阳光，啊！你讲这是要怎解决的啊？好、哦，两个拢要解决嘛，所以唔知爱拢要并重啊，解形来并重。啊，无伊即卖愈发愈旺，啊，吸阳光呢，这虫这根就愈壮大、哦，所以。在唯识学上，你要破这个五根吼，一定要一枝末先砍掉，这先来砍掉，好，你无通去吸收阳光，好、哦，啊，过来吼，卖回水，卖回水就会打死啊，啊，打死后，你要要恶的好恶啊，对吧？打死的腐烂了，要恶的好恶啊。所以要从，哦，你只爱许爱先去点薄去吸收阳光，啊，过来吼，即大家爱别使去吸水，哦，而且这就是七加前六啊，这咧接触外境，能接触阳光呢，要知末啊，你大圣起信论来的这功。这叫做啥？无名不觉生三息，然后境界为缘呢，长六出。好、哦，这境界嘛，共轨嘛，这无名不觉生三息，这根本无名啊，境界为缘长六出。好、哦，那。这第六意识跟第七，取向，取谁好？取向是根本啊，取谁好是之末。那、啊、根本，就是人所心啊，根本啊、哦。那主要是这个身啊、哦，第七身啊、哦。啊，起先了那也生，因为伊都不都透过了解法无自性，然后在内心上没有我身。因此吼、哦，四圣地来的苦集灭道，第一个苦地就是无常，哦、苦、空、无我，这四个形象吼、哦，苦地哦，苦地是形象。不是。你四圣地，四圣地加起来拢总十六形象的哦，真够苦地哦。啊，我拄仔已经讲着无常因了哦。你看到物件，你都要随感觉迄是无常。因为这不是咱故意要感觉无常，这法本来就是这样。迄是你甲误解为有常跟断去。那是因为你的肉眼的错觉，所以实际上。